紧张什么，就是唱兜圈。因为我不会唱，因为我不会唱这首歌，但是我可以唱前面一点点。但我没有背歌词哦，我可能就乱拉这样。哦，好想，我还没唱嘞。路过了学校花店，花园到海边，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，才发现。问题为什么会有潘玮柏？再来看我，我刚才唱到一半有很大声的这样子，因为我就是看到他，我突然吓到，想说为什么会有他的出现？他还在吗？哦，还在。谢谢玮柏老师，谢谢玮柏老师。因为玮柏老师之前有来那个《森林之王》，然后之前那一段被剪掉了，就是我的名字上面是写若凡，可是他叫我若凤，就是韦博老师叫我若凤。谢谢老师。对啊，谢谢你们今天大家的热情。然后如何忘记你的 MV 在今天中午12点也在 YouTube 上架，记得去看好不好。带来最后一首歌，走了吗？
谢谢若凡，谢谢，要赶快支持他的新歌哦，好吗？那接下来是谁？我应该不用说吧。